你会把后面。去头。削皮。因为避免柚子皮会苦。然后接下来就是把这个白色的这个去除掉。要去除干净。刚一整颗忘了拍，就是这样，然后剖对半嘛，然后从这个旁边切开，就前阵子网络很流行这样剥柚子，就是当你这样去剥柚子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很轻易的把这个肉一片一片的掰下来，对，然后所以这个也要切开。这样，它才会一片一片的。好，那你可以去剥柚子。你有打成浆吗？我没有记住。那水在。这已经是第三次了，再让它准备就可以了。洗干净，然后擦干。你都一口气全加吗？啊。可以的话，尽量用不锈钢锅煮，比较不会怕烧焦之类的。
不粘锅。虽然不锈钢锅我们也是有用过。Thank you.